中国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向参加活动的各位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最深切的感谢。海内存之矣，天涯若比邻，福建和雅加达虽有个重洋，但文化之桥早已将我们紧紧相连。回首历史长河，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当下的一带一路，我们共同书写着友好合作的辉煌篇章。泉州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以其繁荣的海洋贸易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今天我们带着对海洋文化的深深敬意，再次通过电视周这个载体，让古老的海丝文化和印尼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相会，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历久弥新。印尼作为福建海外侨亲的重要旅居地，众多乡亲在印尼社会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尼与中国，尤其是与福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历史与传统的交汇，更是人心与情感的交融。在未来的几天里，我们将紧扣海丝文化、闽人智慧、四海传福等主题，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为大家呈现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同时，这些节目也将在菲律宾的有关电视台交流播出。本次活动，泉州广播电视台还将和印尼 MNC 传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两国媒体合作的新篇章。我们将通过印尼 MNC 传媒集团的播出平台，展现一系列反映全福建及泉州的璀璨文化、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等精彩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福州、了解泉州、了解福建、了解中国。此外，我们还将组织和合之美中印尼文化沙龙，为大家提供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平台，共同探讨文化交融与传承的重要性。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期待进一步加强中印尼、菲律宾三国媒体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两三国文化的繁荣。Together, considering the high-spee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edia industry, both in Indonesia and China. With the suppor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where everything is about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ng a mutual partnership.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being here in Indonesia, and let's make this gathering a memorable and impact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